毕业生，恭喜你们毕业了。我知道你们当中呢，有的人会留在台北，然后有的人会去别的县市。对，那我想这些老师就不要一个一个花时间跟大家讲感言，那我简单的有一些几个点跟大家好好勉励你们啦。那第一个总共有三个点，第一个点就是希望大家你们在大学的时候要在课业上好好的努力，因为毕竟课业上面所累积的东西才是你们以后真正让你们在社会上可以有价值的东西。那第二件事情呢，希望你们在灵修的成长上面要下功夫，然后圣功要常常的去参与。好，期待你们这四年当中能够在灵修上跟圣功上不断的长进。好，这一方面也是为神做工，那一方面也是真的可以累积你们自己属灵的一个生命的力量这样子。那第三个重点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这么早找到男女朋友。好，我知道大家刚进大学会有很多的期待，觉得说好像交个男女朋友会让自己过得比较开心一点哦。但是以这位老师过来人的经验，我相信只要在你在前两样东西，你花这四年好好的时间把它练起来之后，我相信后面你在交你的选择权，提升你自己的价值之后，你的选择跟你的筹码就会变得比较多。那千万不要急啊！那如果真的很急的话，可以把对象带来跟市场老师讨论一下，我们可以商量一下，看这个男生或女生到底好不好这样子。对，然后我简单这三点祝福大家。那希望各位毕业生代表松山的出去了，就算留在台北也好，或者是出去也好，都要好好的牢记以上这三个点。祝大家毕业快乐！Thank you.
亲爱的伊恩、恩佑、明星、怡宏，还有婉婷、伟婷跟婷宜，恭喜你们，你们终于顺利毕业了。那你们也即将要迈向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活。那我不晓得你们现在的心情是不是有点忐忑，或有点紧张，还是充满期待呢？不管你现在心情是怎么样，那也不管这个结果对你们来说是超乎预期，或者是不如预期，我都希望你们可以用一颗期待的心去迎接新的生活，因为神把你们在这个时候放在这个地方，一定有他的美意，一定有他希望你们借由这段经历去感受的事情。所以不管结果如何，我相信这一段的经历对你们未来一定都是很好的一段回忆跟一段历练，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在这段期间之内呢，你要开始学习独立，学习群居的生活。你可能要在生活上独立，你要在经济上可能也需要独立，甚至你在信仰上你也要开始独立。那在这段期间呢，你会有很多的机会去学习你该怎么样自己过生活，甚至你也会有机会开始学习做良性的跟亲密的认识跟交往。那我希望在大学这段期间你能够好好的充实你自己，同时能够好好的找到一个你自己生活的方式，还有你对信仰的态度。过去你的生活跟你的信仰可能都是父母亲的，可能都是跟随的家人的，但是这个时间点我希望你们要能够开始思考什么才是属于你自己的对信仰对生活的态度。那再来我想跟你们谈一谈竞争力。在大学期间呢，有很多的大学生在一开始进大学的时候就决定了他要拿最少的学分数过最轻松的生活，然后很开心的玩到大学毕业。但我希望在你们走进大学开始读书的第一天，你能够去思考到底未来我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而我希望过这样子的生活，我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然后在你的大学四年期间，你好好的去充实你自己。在这段期间呢，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只要你心里很明白的清楚知道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我相信在未来的每一步你一定都能够顺利的走过去。那另外我想要提醒你们的，就是在大学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多彩多姿的生活，可能是社团，可能是系学会，可能是各式各样的学校活动，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不要离开教会，同时一定要能够去参加团契的活动，去参加高级班的活动。在这段时间大专的生活里是建立自己信仰很好的一个时机，因为你要开始学习怎么样做侍奉。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多花一些时间能够在团契跟教会生活的侍奉上面，因为你会从侍奉当中感受到神的恩典。那当然最后了，我还是要恭喜你们哦，因为你们真的离开了，那未来看不到你们我也会很不习惯。那我相信在大学的生活开始呢，你们一定也会有很多事想要跟我们分享，或者是呢你如果遇到了什么挫折，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你希望再回来找我们的，我们永远是你的老师，那我们也永远都是你的好同龄。那欢迎你随时回来跟我们分享，或者是分担各式各样你所遇到的生活。那加油咯，祝你们大学生活一路顺利，拜拜。
要带一个 X。我的这个孩子是我的，不是我的，他是我亲生的。哎，别吵了，不如这样吧，切一半，一人一半不就好了吗？啊，你妈拜托，这是饼啊，嘛是葱油饼，这样子这个好人人吼，嘛是真趣味啦。啊，佫会晓摕这个葱油饼来比如，啊，迄个时阵敢有葱油饼？喝的酒祷告不息，让你可以专心祷告、专心祈求，让您心灵与神交通的好帮手。工商服务时间到此，下次再见。二一，请抢答。时间往往在我们疏于留意之下偷偷溜过大半年岁，自小我们便在松山成长，在松山相聚相识，彼此认识也好些年，或许我们的感情只是你的一部分，对于这份感情，无论你投入或多或少，相处下来无论是愉快或不愉快，毕竟我们共同成长在神的爱中，也算是一份手足之情，多少你们也会不舍，是时候你们该各奔东西了，势必要割舍一些，才能把回忆带走。坦白说，我不舍，我们同在主内成长，彼此存在着一份情感，将要与你们分离，难免有些难过。回想我们一起走过年幼与叛逆，一同学习主的道理，分享自己的经验，却在即将分离的时候才晓得彼此对自己的重要。Thank you.
得史明星小时候真的很顽皮，但他今天已经变成一个成熟的学长了，然后他小时候的调皮已经转化成他现在的幽默，他现在变成一个蛮有趣的人。还有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比较像一个兄长，思考比较成熟，他还蛮能顾虑别人的感受，然后也很会看人家的眼色，所以其实他是有一份女孩子的敏感和细腻在。伊恩的反应很灵敏，然后记忆力很强。我认为其实伊恩是一个心怀大志的人，期许你在将来能够遇到机会，然后磨练自己成为一个领导人。婷宜，你在学业上的卓越相信也是付出许多吧。我想大家对你的生活应该是羡慕，然后就觉得自己当初没有认真真的是很后悔。好好经营你的大学生活吧，回馈自己先前的付出与努力。Thank you.
好，各位亲爱的孩子们，好久不见咯，我是思颖老师。然后呢，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对毕业生鼓励的话。那在18岁这年的夏天呢，真的是很特别哦，因为在过去的6年当中呢，学校的老师啊和家里的爸妈可能都告诉你说，上大学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是应该全力去追求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做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要进大学。所以到了放榜这一天呢，我们好像就突然跑到了某一个终点，因为后面再也没有一直死命在追赶你的英文单字跟数学公式，然后你也不用每天睡不饱就要起来念书，很痛苦的挣扎。然后你的生活呢，就剩下打工啊、夜游啊、考驾照啊、联谊啊这样很开心的行程。所以相信最近大家很幸福和很自由的指数呢，应该都已经快要破表了哦。所以不知道各位同学对大学生活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呢？那在各位开始快乐的大学生活之前呢，思颖老师不能免俗的也要跟大家分享一段经节哦。这是来自于腓立比书1章9到11节，那我用的是吕正中的一本。他说，我所祷告的呢，是要你们的爱心充盈而又满意，满有真知识和各样的审查力，使你们能够试验什么是美好的事情，或者是议程，能够分辨是非，或者是喜爱那美好的事情，好成为纯洁而无过失的人，以待基督的日子，充满了那借着耶稣基督而有的仁义的果子，使神得到荣耀与称赞。那这是保罗为腓立比的信徒所做的祷告。那他期待信徒除了在爱心上面有所长进之外呢，更要有真知识和审查力，使他们能够喜爱并去追求那美好的事情。那在保罗的祷告当中，这个美好的事情呢，就是要成为一个纯洁而无过失的人，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然后归荣耀给神。那这也是我为你们跟保罗借来的祷告词哦。那在大学里面呢，你有很多很多的自由去追求你心中觉得很美好的事情。那我祈求神能够赐给各位属灵的智慧，让你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好坏是非，能够分辨轻重缓急，然后也可以分辨试探引诱。那最重要的事情呢，愿你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生命中真正美好的事情，那真正值得竭力追求的事情。那最后就愿各位的努力呢，都能够成为神的荣耀。祝福大家。希望你们能够同心合意，遵行天父旨意，彼此相爱，荣主名。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能一直保守在主里。学长姐们，毕业快乐！拜拜。各位，希望你们在大学能好好的过，大学很好玩，但是要常来聚会。将要离开自己原先熟悉的环境，不免面对更多的诱惑与挑战。不论何事，都希望你们能保守自己的心，谨守主的道，切勿迷失。以弗所书4章2到3节这么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想用这段经文作为互相勉励。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在主里面与同龄相处，是应该照此而行的。希望将来各位到他处与其他同龄同工的时候，也能这么做。然后不管与任何人相处，都要记得用谦虚温柔，用爱宽容，然后活出基督的样式。